嘿，王管。啊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们这儿包夜多少钱啊？随便一付。随便一付，那多少钱啊？十块钱。这么便宜？啊。我听说包夜都是五六百的。不然你再这么便宜的。哎，王管，我要通话费。我不要你充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怕你啊。我怎么你了？你都怕我？因为我怕老婆呀。咋的？再见。安妮，刚刚那事儿对不起啊。那个，我送你一个烤肠。不用了。拿着吧。不用了。拿着吧。真不用了。不是，我又没让你用，我让你吃呢。王管，你们这边有娃哈哈吗？没有娃哈哈。那爽歪歪呢？没个爽歪歪。没个爽歪歪。那你们这边有没有最新鲜的呢？最新鲜的是，就是你刚挤出来的嘛。哎，王管，我操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两个是连锁的地方吗？来，那你帮我开个机吧。充多少？帮我充一年吧。充一年是多少？不，我不跟你充了，帮我充一个月吧，就充一个月。充一个月又是？就充一个月，你赶紧给我充。哎 ，Hello， 王管，哎你好，哎你们这边充三十充多少啊？送五块。送五块。啊。那充一百呢？充一百送五十。才送五十啊？对。那充多少送你啊？啊？充一千。充一千送你。对，充啊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充了，充一千送你。我操！老婆，老婆，吃冰不？你啥子？哦不，我说你吃不吃老婆饼？不吃。不吃就做我女朋友。啊，还是吃吧。吃要做我老婆哟。你昨天不是用一个冰就能骗走的吗？两个嘛。滚。